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爱吉人实验室。下面有请王工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装机设备。大家好，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验室的一些主要监测设备。这台是能量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仪，它可以检测元素周期表中的从硫到铀几十种的无机物。这台呢，我们日常是主要用来监测比如欧盟 ROSE 2.0 中规定的铅、汞、镉、六价铬等重金属污染。这台是总有机碳分析仪，它主要是用来监测我们的产品中可能的有机污染物的污染水平。这台是安吉伦气象色谱仪，配备了一台顶部气象器，它呢有两种检测器，ECD 和 FRD 两种，然后可以针对不同的污染物进行监测。这台是安吉伦气象色谱仪，配备了一台安吉伦的顶部气象器，主要是用来监测我们的垫片、包装膜、包装盒中在加热情况下可能挥发出的一些有机污染物，比如说我们垫片中可能含有的硅氧烷、甲醇、乙醇、异丙醇等多种污染物。这台是安吉伦的气象色谱质谱连用仪，它呢是通过有机物提取，然后呢对我们的产品中的各种可能存在的污染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，另外也可以监测欧盟那个 ROSE 2.0 中规定的像脱锈联苯等六种有机污染物。这台是 WATS 阴阳色谱仪，配备了紫外和荧光两种检测器，主要是用来监测我们液面屏的洁净度一个情况。这台是导音的气象色谱质谱连用仪，配备了一台顶空气象器，它呢是主要对我们产品中的一些可挥发的污染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。通过这些仪器的装机，爱吉人已成为全国首家在生产过程中配备了安杰伦、导金、沃特士等知名品牌的色谱耗材生产商。这些仪器设备的装机确保爱吉人的产品品质，同时也保证为客户提供高性能的产品。